好啦，翻嚟啦，好先休息就睇一睇啲留言，咁咧就一啲網民幫我哋講咧，就話呢個喺食路邊製品嘅呢個李教授喺香港中大教嘅，係。當時我都諗唔會啩，香港中大請啲咁撲街嘅人，係咯，所以我就估佢喺深圳教，原來佢喺中大，真係喺中大，真係中大教喎。你知係中大嘅，中大好難，即係。如果你話有個教授，佢係咁，佢係咁樣表忠法啦，佢都係受盡人哋冷眼嘅喎。你知道啦，中大出咗名係暴大嚟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啲學生，你點會睇？即係點會睇得起你咧？你咁講埋呢啲嘢，一定出名嘅喎。其實係。咁啊，同埋你其實有冇留意咧？可能好多香港人都冇乜運。係。而家越嚟越少咧，三十零歲香港土生土長嘅學者。是在中大港大的社會科學這些的學系裏面接受訪問教書出來評論時事添，是少了。原來呢、就是、這些學校呢已經全面呢、就是、請海歸，還有甚至是請其他亞洲國家的人，都不請香港的學者、哦、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呢香港的學者通常你都會關心本土研究的事，是沒錯、啊、他就美其名呢就是說呢讓他們多一點出國際化，國際化，出多啲國際嘅 journal， 咁、然後咧就提高佢哋學系嘅排名，成、個中大啊、港大嘅排名，唔係成大咪又尤其咁。但係嘅後果係咩咧？就會令到啊呢啲國際化嘅表象下邊咧，香港嘅本土研究咧，慢慢就會陰乾啦。即係陰乾之後咧，你連嗰啲馬樂啊、蔡子強啊嗰代嘅評論員都冇埋，咪等佢斷代咯。其實就係、是、係啊，即係你連知識界裏邊。可能就是變成食腦仔這些人出位變成你看到的很多大學教授，我一看名字是兩個字那些就知道是哪裡來的，真的。因為香港人改名字兩個字不多，還有逢真叫做什麼陳紅、劉紅、李紅，那個紅字是啊，那個紅字很少，一林字有個東字你就知道什麼料了，是啊，因為在五六十年代出世的大陸人呢，他們改名字第一就是喜歡兩個字，是啊，第二是什麼呢？就是喜歡用紅字，因為東方紅，代表共產黨，所以大陸那個什麼求和那個央視那個人叫李紅，是啊，是啊，對啊。那我想如果你打李紅在中國呢，幾百萬個可能有。那就第二就是東字，就是因為毛澤東嘛，是。那個年代出世那些就是，如果三個字叫做向東啊、衛東啊那些呢，就很大機會都是內地出世。即係保衛毛澤東同埋呢個心向住毛澤東。另外再簡單啲就叫做一個東字，即係譬如劉東咁樣。咁呢啲就係即係內地嘅名字，內地出世嘅人嘅名。嗱，翻返嚟頭先講，你話講個葉劉有啲咩嘢咁爆啊？好耐冇爆過嘢噶咯喎，而家。係啊，其實你而家見到佢講啲嘢開始懶係貼地啦。佢早兩日，好似琴日定係早兩日啊，佢就開始講就係話，香港矛盾好犀利，因為佢嗰個內地自由行好多。咁我見到佢呢樣嘢其實好少表態嘅，其實就咁啊，而家突然去講呢樣嘢啦。最近啦，咁佢就話即係會喺半山行下山啦。佢自己就話咁啊，佢話影咗好多相出嚟，就係嗰啲電燈柱啊，嗰啲街招啊，就話哇，呢個豪宅區，你一見到割價求售喎，係咪香港出現信心危機啊？咁樣咁啊，佢貼咗出嚟啦，即係譬如你話咩啊？咩深灣後市啊，一劈再劈啊，劈市價20%，又送埋泳池啊，咁啊首兩又嗰啲免息分期啊，咪即係呢啲啊，跟住仲有呢一個咩淺水灣頭段啊，哇，即係5500萬啊！跟住仲有又話送埋車位喎，呢啲喎又極罕相連喎，豪華裝修喎，呢啲玫瑰新村呢啲，咁佢就自己啊借題發揮，就喺度話啦，喂，會唔會係啊？即係佢話而家香港出現信心危機喎，咁信心危機係點樣嚟嘅咧？咁佢主要就係話咧，第一就係而家個疫情持續啦，第二就係話嗰個持續嘅呢啲咁嘅社會事件啦，即係嗰啲示威嘅紛擾啦，係咪？咁啊搞到咧就信心危機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嗱你細心諗下，
呢兩個問題，而家喺而家咧，都即係其實係唔 make sense 喎。嗱，第一你就係講嗰個即係疫情持續嘅問題啦。我哋今日係咁耐以嚟第一次就係零本土感染、零本土確診嘅。咁如果你話信心危機係因為疫情嘅問題，喂，咁呢個係相對嘅啫。你話香港雖然有林鄭一個咁撲街嘅特首出嚟。但是你相對其他區域，即係好多主要國家，尤其而家香港人主要話諗住去移民啊，呢啲五眼國家嗰個疫情全部都比我哋嚴重啦。咁所以呢個冇唔係理由嘅理由啦，呢個係咪？第二個理由就係話，喂，你而家講你話示威嗰啲嘢，喂，其實好耐冇大型示威噶啦，係嘛？你喐啲就都冇示威前例啊，而家都咪就係咯，喐啲就599G。係嘛？即係你而家你見到阿邊個啊？你淨係講你個示威問題，你咪睇下阿呢個阿李家超講咯，係嘛？佢又接受咩紫荊嗰啲嘅訪問啊，又喺度話：，而家嗰啲即係著草啊著草，冇以前咁多傑格啊嗰啲人啊，點解而家唔出聲啊？就因為國安法係嘛？即係令到佢哋自己都覺得佢哋以前做嘅係錯嘅咯，係嘛？嗱。如果是这样讲到这样的话，喂，那叶刘应该心定很多，应该是哪有信心危机啊？是吧？这些总官李家超好林郑好重新接受内媒访问党媒访问，他们一定的讲法很劲，说国安法通过之后开复了香港立即正常的。是啊，正路应该临时升的。嗯，是吧？应该豪宅会升的，没错，因为你说黑暴令到啲人驚啊嘛，咁而家國安法通過咗兩個幾月噶咯噃，佢而家係咪高級黑咧？又嗯，唔係嗱，我覺得呢個葉劉就有感而發嘅，我覺得點解咧？你問我特首佔埋位啦，嗯，嗱，2022即係現任特首嘅任期就到2022，咁2022。就好快嘅，就後年就係啦。年中產生，2021嘅年中已經要拍板啦。其實下一年嘅年底就一定醖釀緊嘅啦。係啦，好啦，就算你話唔用選舉委員會，用陰點方式協商產生都好啦。實際上都係中共拍板嘅啫，政治局常委。係啊，我覺得而家就埋位嘅啦，而家已經係。葉劉咧就對妹妹咧就一路都心存怨恨。我 senior 過你，嗱你唔好睇小呢啲咁嘅 AO 嘅小學雞，一日 AO 就一世 AO。我入去 senior 過你，其實就我應該叻過你嘅。係啊，喺佢眼中咧就係佢係姐姐，你係妹妹，妹妹搞到一鍋粥，係嘛？所以你見到佢呢啲叫做咩咧？表面上就夾 硬禮橫折曲，去將嗰個理據去禮橫折曲，但係佢實際要講嘅咩咧？就是在林鄭治下香港的信心危機越來越嚴重，當然他提供的理由解釋的理由是錯的，但我相信他都知道的，其實他最主要就是點出這個現象，那你要恢復信心那怎麼辦啊？下一個問題來的嘛，這個是，是啊，你不要說林鄭不是葉劉看到的，你有沒有看最近鍾建華他們即是Robert Chung他們公布的信心指標，五項指數，香港繁榮、自由、民主、安定同埋唔知咩嘅五個指標，都係1997年六月有調查以嚟最低嘅。係係，即係話呢個信心危機啊，係超越97，係啦，超越97主權移交所帶嚟嘅嗰個衝擊。或者咁講啦，即係97前所有香港人擔心嘅嘢咧，而家一一湧現咯。香港人連對嗰個繁榮安定，唔好講民主自由八字啊。連對繁榮安定的信心都冇曬，其實咁呢個當然好似葉劉所講啦，係政府導致嘅啦，其實係咁一定係咁。下一步其實咪會問個問題咯，所以田北俊即刻出嚟抽葉劉，亦都係咁嘅原因啫嘛，係嘛？你知三 T 本身亦都係一個陣營嚟噶嘛，係都喺度虎視眈眈嘅喺度埋緊位噶啦 ，Anthony， 你不斷話自己入住尿片做節目就得噶啦。即係要證明自己點樣呢個為市民埋緊位嘅啦，我覺得已經係。但係呢個信心危機係事實嚟嘅。係。葉劉抽水當然係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啦，係咪？另外一個當然就係湯家驊啦。你見到湯家驊係好勇嘅而家。係。係勇到一個地步係匪夷所思嘅。你有冇睇佢出嚟 comment 呢個
即係十二位香港人送終。佢講佢人權法喎，佢嗱佢又係踩鋼線喎。呢啲踩鋼線高級黑咧，即係呢一個就好危險喎。嗱，佢又講啊嘛，佢話嗱，你而家咧，即係你被扣喺大陸咧，嗰十二個人咧，咁啊冇乜計噶啦，因為大陸就冇人權法噶嘛，係咪？嗱，你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哋聽起上嚟好似貼地啦，但係佢係即係佢喺度踩緊鋼線嘅，講呢啲説話係嗱，因為你記唔記嗰陣時啊？唱好國安法的時候，尤其是鄭若驊和譚慧珠那些商談那些，即是一味唱好國安法的時候經常都說嘛，中港兩地的司法水平呢就差不多的，都可以找律師的，是不是？那你現在就看到咯，現在就看到那個差距有多大咯，現在就是，那現在差距有多大？為什麼會這麼大？因為大陸沒有人權法啊。你而家阿湯家驊竟然去掂呢一個中共嘅支點喎，其實係嗱，我覺得佢兩邊食，而家搞好湯家驊，大家都諗住即係好似炒股票一樣，係喂大佬都跌到先市股啦，低位就梗係鬧噶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林鄭已經跌到先股嚟噶啦嘛，而家係係佢嗰個民望。而那個信心危機，我覺得共產黨一定知道，他們每天做 survey。 明白，但問題就是說你現在 你要處理香港的成那個信心危機，我覺得你要整色整水是很難的，尤其你看到現在林鄭即表演這種即為了中共去販賣恩情這一出這樣的大戲，政治大戲做得這麼拙劣，你再在這裡整色整水是無意識平怨的，不是無意識民怨的，這件事是尤其是喂葉劉又好，湯家驊又好，喂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不是第一天出來walk嘛，他們不是青頭仔嘛，他們不是政治青頭仔嘛，他以前說過什麼我們清清楚楚嘛，是不是老江湖來的嘛，就是咯，你粒臉都黑曬㗎啦，你都扮咩純情啫？邊度黑曬？係咪先？老江湖嚟啦，點知就？咪老江湖嚟㗎啦，你唔好扮嘢啦，係咪啊？唔係我話大立，佢哋覺得天助佢哋嘅喎。啊！你好簡單，林鄭就做曬所有最賤格嘅。係。成個政府民望處於極低水平，除非你中共一路唔恢復香港嗰個嘅秩序嘅啫。你限聚令幾時會撤銷咧？始終有一日撤銷，係咪？香港如果你要再出發回復常態，你唔係揾幾千萬請個咁嘅垃圾公關公司、國際公關公司出嚟揾阿蕭芳芳做場戲。唉，蕭芳芳啊，真係好笑啊！真係，係即係。但係我覺得蕭芳芳嗰場戲其實唔係偶然嘅喎，係嘛？嗱，六月佢就批出呢個公關嘅 budget 5,000+萬，就俾呢個consortium。咁然後咧，最近。幾個兩個禮拜前，我睇到個報道，就話已經埋咗班，請咗呢個美國總商會嗰個姓曾嘅女人，咁就一個就嚟自澳洲，而以前嘅南華早報嘅記者就幫澳洲警隊做呢個公關，另外一個就係幫 ESF 即係呢個英機做 PR 嘅，三個埋咗班喎 ，Hong Kong team 已經係 on board 添做緊嘢嘅咯，所以我覺得蕭芳芳嗰啲唔係無辜嘅喎，即係唔係躺着也中槍嘅喎。係啊，我甚至懷疑佢係幫緊政府做 PR 嘅喎，其實。因為你諗下，政府如果我係鬼佬，我真係叫你班友你哋自己唔好靠自己啦，你一定要靠其他人幫你㗎啦，咁樣啦，咁係。所以我估好快，林鄭行山撞到周潤發嘅喎。周盈周文浮好似而家批撞啦，真系啊！佢揾應該揾明哥差唔多，明哥肯做嘅呢啲嘢就即係北河街嗰班嘛，係啦係啦，咪即係去舐叉燒咯，去舐叉燒。但係嗰個老公嗰、那個明哥都臭咗噶啦，老公係嗰都係黑鏈嘅，收完阿張曉明嗰個牌匾，收咗錢之後就臭咗噶啦喎。好啊，好難啊！唔係可以揾幾個嘅，以前嗱藝人洗底就揾阿林爾樂啦，係啊，專係幫嗰啲出軌啊嗰啲藝人洗底噶啦，係咁就不過宗教界而家都唔得嘅，真係仲俾人覺得虛偽。嗯，我真係諗唔到佢用啲乜嘢方法仲可以啊！如果蕭芳芳張卡都碌爆埋嘅話，
而爆得咁慘嘅，邊個仲會俾佢再碌咧？好難、啊。如果你話周潤發嗰啲，你俾幾多錢先至咧喐到佢咧？我覺得周潤發唔會做嘅呢啲反應。唔會嘅，我嗱佢啊。但係如果行山有雨，就叫佢快啲走啊！即刻。喂，你又話嗰陣時啊，阿周潤發佢表態都幾聰明嘅。佢行山咧，佢都著到好似back block 咁樣，係啊，係啊，好犀利㗎佢係。我可能揾阿劉德華咯，劉德華都 OK 嘅係嘛？明日大魚都做啦。但問題就是劉德華他自己都引火自焚嘛，他自己 都搞不定自己嘛，大佬啊，我做你一單我就玩完了咯，大佬。但不是喎，你想想現在大陸武器拍的喎，在習總的高明領導底下，娛樂業玩完了喎，演唱會開不到，電影拍不到。咁呢班藝人冇得食嘅喎，喺大陸。唔係我知啊，我知啊，但係你頭先講林鄭啊嘛，林鄭有政治椰菜花噶嘛，大佬啊，佢拉到人噶嘛。嗯。咁但係佢啲人啲藝人覺得冇乜所謂啊，你見到出嚟撐檢疫嗰啲都好咩㗎？啊。都咪最近我睇嗰個鄧瑞文係嘛？鄧瑞文係。佢個 hashtag 好衰格嘅喎，講到。嗯。但他以前形象都不是这样的，我覺得現在以前就被說了，這些東西就不是，就是他串串供的嘛，在 hashtag 那裡是是啊，他的 post 沒什麼東西的，其實他就說他說快靚正，他說撩兩下鼻而已，而且大家不要將他跟政治掛鈎，即是擺明是扭交打的。跟著就是說很多國家疫情嚴重過香港，那他們求之不得，是吧，香港人應該珍惜那類，就是說這些說話啦，咪拉嘢咯，啊！唔係，所以我就話你，如果葉劉而家擺明係同政府呢個香港再出發5000万嘅公間計劃對著幹嘅喎。嗯，因為嗰個蘇林嗰間公司其中一個，佢叫做佢就唔敢話幫林鄭做公關，佢只係話幫政府做一個叫做再出發香港重新出發嘅公關。咁、如果係嘅話，就唔應該揭露呢個香港信心危機呢個事實嘅喎。係。係嘛？呢、這個係同時係林鄭各族連任嘅 campaign 嘅一部分嚟噶嘛，就係、是、再出發嘛。嗱、咁你睇到最近一單新聞，你 send 俾我嘅就係、是、呢個 MPF 走資呢單，係啦，東方做嘅，一個信心危機嚟嘅。東方做嘅，啊，咁但係數字係比同期少走咗幾多 MPF？ 多咗10% 喎，其實就即係多，你又唔係話佢雖然就話破紀錄啦。但其實呢啲嘢一啲都唔意外嘅，因為其實你見到由七月以嚟啦，其實都唔係淨止七月嘅啦，今年年頭咧已經係即係香港民研啦，好多民調機構啦，其實已經做咗，其實你話有打算係移民嘅人，起碼有1/3嘅，係嘛？你呢1/3咧，你一喐啊，就一個小嘅 portion 一喐啦，你咪就係而家去到就係40几亿啦，43亿啊嘛，而家佢話47亿喎。喂，其實你都唔嘢少喎。其實呢樣嘢咧，嗱最恐怖嘅問題咧就在於你走唔係話淨係嗰個強積金，但係當然強積金其實你而家你係會對嗰個股市造成沽壓啦，係咪？咁但係除此之外，你最大筆錢就係其實你自己你賣走啲樓啊嘛，就係阿葉樓而家見到嘅現象啊嘛，好多人劈價求售啊嘛，你話豪宅區係。咁好啦，即係我就算嗰啲唔好講係咪銀主盤啊？嗱，你而家走啦，你都仲可以有啲主動權喎，即係話你有水位可以走，你可以攞翻少少錢剩喎，你還埋呢啲，即係你還埋你自己剩翻嚟嘅窿。咁但係如果你遲走的話咧，嗱有好多信號嘅，嗱譬如我見到今日又有消又有新聞講啦，居屋而家6-3折都唔夠，再要壓到去6折添。即係市價6折啊！其實你而家市價好難定嘅，而係因為點解而家你話唔係話好跌得好犀利？其實大家都唔捨得蝕啫嘛。其實你買嘅人係好猶豫嘅，係咪先啊？即係你買樓係一個好長期嘅打算嚟噶嘛。如果咁多香港人諗住走嘅話，喂，你邊個接貨？而家反而係而家睇到。阿葉劉講個問題咧，我睇翻幾個豪宅嗰啲嘅 transaction 咧，即係新低嗰啲，紅山半島啊、赤柱港灣啊嗰啲咧，天璽、天津啊嗰啲咧，嗰啲有指標作用嘅，因為嗰啲基本上就係嗱4-5千万啦，我當紅山半島或者赤柱港灣嗰啲，
你四五千萬的樓，其實那些就過去的通常他入手就是2013啊、12啊，即已經是即蝕讓的了，都要如果13年入到都要這樣劈價走的，其實不是平手盤走，即不是平手離場的，唔係平手住七百。如果去到唔係平手都係走嘅話啦，即係人人都是美領市啊，冚家產。即係而家你美領市就係原本七十億嘅壽臣山道，佢要劈價劈到去落二廿六億啊嘛。陳啟忠入，陳啟忠接好似嚇，陳啟忠接嗱，陳啟忠接咧，其實呢個可以有幾個解讀嘅。第一，即係如果你話表面嘅解讀咧，哇，你劈到咁低啊，咁你有排跌喎。佢上個禮拜佢自己的業績公佈嗰度講，佢話誒冇翻十年都唔使旨意去誒、回翻即係誒一八年嗰個位啊嘛，2018年嗰個位啊嘛。其實佢自己講咧，佢真正嘅意思咧，我覺得佢自己都冇乜信心。就算俾多十年香港咧，都未必係可以升得翻，可能。陳啟忠美國人嚟噶。係啊，美國人嚟噶，佢係嗱，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其實我很關注呢一個壽臣山道咧，佢賣盤嘅去向。如果佢賣得出嘅話咧，呢、這個我覺得一定係要有中央嘅首肯先至係可以俾佢走得甩嘅。如果你俾佢走得甩嘅話咧，喂，呢、這個唔係一般賣家喎，呢、這個唔係一般外商喎，佢係美國政府喎。他對香港的政局和以後的經濟走向，他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力的。如果他自己蝕讓這個壽臣山道，他都要割價求售的話，他可以說他煮死你香港，即或者他制裁香港的決心都很大。那你買那個敢不敢接？你要考慮這件事的。而為什麼你敢接？而首先中央給不給你接先？如果中央給你接的話，就是即是以前這個你內地內媒說不要讓李嘉誠走了，這個這樣的說法就即是被美國佬走了。如果被美國佬走了的話，美國佬在香港沒有 stick， 那很危險的。其實是不要說美國沒有 stick， 喂，你知不知道最近駐華大使都走了？是啊，即是北京駐華即是你這個布蘭斯塔特嘛，那個人跟習近平早私交的，他當時做艾奧瓦州的州長的時候，他是接見過習近平，他當時習近平去這個艾奧瓦州的時候，他還是國家副主席來的，認識了很久的，已經是。他是本來就想著跟習近平有私交這樣派給他，是啊，是啊。你想想他臨走前在人民日報登篇文都不得，是。ban 了，然後跟著就臨走留下那篇文章，都很 Q 串的，他都。是啊。如果美國，你睇翻美國嘅傳媒點樣睇呢個駐華大使離職咧，就唔係話因為翻去幫 Donald Trump 助選喎，而係 delink 嘅開始嚟嘅喎。係啦，即係話兩香港領事出售呢個壽臣山官邸係同一個步驟嚟嘅，係布蘭斯塔特走之前啊，北京嘅領事館啊，佢係變賣嗰啲家私家當啦，係賣街坊噶。你諗下呢啲動作。即係雞雞埋埋，同埋特朗普之前轉口風就係講呢一個所謂 decoupling， 即係呢個脱歐嘅問題。佢而家比之前嗰個口氣係硬好多啊！即係佢你話講兩個月之前佢講呢一個所謂脱歐，佢只不過係 reserve 作為一種咧唔可以排除嗰種手段啫。但係而家自從佢自己攞到呢一個共和黨嘅提名去選總統之後，佢淨係將呢個脱歐擺上日程啊嘛，佢即係。擺到明，即係如果你話台面上，佢而家俾個決心你睇到喎，其實係。你而家睇到咩咧？啊，嗰個跡象越嚟越，中美之間嗰個跡象越嚟越壞嘅其中一樣，除咗要話大事走佬之外咧，嗱，你諗下佢而家係其中一個原因都係限制，包括埋香港領事嘅活動噶嘛。係啊，即係報復性咁樣限制香港嗱，佢就話崔天凱可以喺美國五個媒體發表佢嘅言。嗯。點解駐華大使喺中國就唔可以嘛？即係其中一樣嘢提出啊。咁呢個亦都係咧，即係我相信係一個選舉之前咧，即係話大使離開之後，可能會仲有一啲 drastic 嘅行動出嚟。係，即係呢個唔係簡單嘅，等於佢關閉呢個嘅Houston 嘅中國領事館一樣。即是说是在那个两国之间慢慢走向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这个
副國務卿訪台嘛，嗯，就去台灣，而家好似東森傳出嚟嘅，就係、是、呢個副國務卿講訪台，就主持一個關於半導體晶片產業鏈嘅一個研討會嘅，應該係，嗯，好具體嘅，係講經濟產業轉型嘅。嗱，呢個你同時你諗下喎，佢而家推緊一樣嘢就係叫做 EFN 啊。是講印太的經濟聯盟嘛，是就是呢個副國務卿 lead 噶嘛，就係、是、印度、澳洲、紐西蘭、日本、南韓，咁而家一路討論緊就係包唔包括台灣在內。嗯，如果你加埋呢啲去睇，你就覺得自從上次呢、這個即係、就是、衞生部長訪問之後，好多人就話：，只在賣豬肉嘅啫。啊，扎乞嘢。咁啊，台灣開放咗美國豬肉、牛肉入去嘛。係啊。但是今次我覺得他一路一路升格的喎，其實真係，嗯，佢有個升格的計劃喺度嘅。係啊，冇錯。咁你話喂，呢、這個我哋中國的核心利益部分，美國就不能不容乜乜乜。其實他講完之後，美國冇聽嘅。嗯。佢係按照自己嗰個嘅 step， 一路將台灣嗰個嘅關係一路升格。而呢樣嘢係 before 兩年前佢嗰個嘅在台協會。那個新址落成了喎，已經係，唔係貿易戰或者甚至係武漢肺炎之後出現，即係你睇到嗰個關鍵，即係嗰個係一個 fundamental 嘅一個改變。因為我相信美國好清楚㗎，台灣係唔掂得㗎嘛，即係喺中美關係裏邊。係。咁呢個由1972年開始，佢哋好明白㗎嘛。但係如果佢哋改變呢個台灣嘅，和台灣的關係這件事是那個重要性，我覺得是比起南海或者東海問題或者甚至是撤回這個駐華大使是更加惹人，是因為他正正知道那個是不可，中共說到明是不可以碰的一個領域，是所以你覺得，我不知道那些國民黨那些人在搞什麼的，真的國民黨就扮了事啦，李鴻啊，即是被他捐九窿之後，這個人是來求和的，講下黃金平的嘛，現在國民黨就通過決議，就是說黃金平就不可以代表國民黨，就出席這個海峽論壇，但是找了一個國民黨的前的一個什麼前官員你不知乜 Q 嘢啦，咁佢就話佢自己嘅身份去，咁唔係代表國民黨。其實你見到佢啊，你而家國民黨佢自己本身嘅講法啦，佢哋都唔係好敢得罪中共嘅。即係其實喂，大佬，你而家你逼到我冇路可走咁解啫喎。江啟臣作為黨主席咧，本身係一個弱勢主席嚟噶啦，即係佢係要求呢一個央視去道歉啊嘛，咁央視梗係唔會道歉啦。嗯，係嘛？咁你而家你面子難下，咁你又俾人哋鬧到黐線。咁江啟臣佢本身佢作為一個年輕嘅黨主席，啲人對佢本來都有啲期望嘅，即係其實佢都可以係咪即係喂年輕化啲啊？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江啟臣呢個人咧，就好明顯佢根本上是一個虛君嚟嘅，喂飲得啊馬英九啊亂 Q 噏嘢嘅喎，其實係係嘛？佢冇，佢對啲大佬咧，完全係冇嗰個即係嗰個約制能力噶嘛，係咪先？所以其實佢冇啊，大佬收咗對岸茶禮噶嘛，要 deliver 噶都要。啊，係啊，係啊。咁同埋你諗下啦，呢、啊、即係共產黨好環保嘅，佢哋好中意 recycle 嘅，嗰啲舊電池 recycle 咧就再插足電又再行噶啦，咁嗰啲。做電池本來就死得七七八八嘅啦，一叉一叉見一見國台辦，甚至見一見呢個國務委員，咁又再行翻啊嘛。如果唔係啊，都連戰都係噶。係啊，連戰啦。咁你台灣有連戰，香港都有董建華啦，係咪？所以佢呢啲國民黨嘅最後尾殘餘嘅價值就係賣俾中共噶啦，唔使諗噶啦，我覺得。因為喺台灣島裏邊，佢哋冇地位噶啦嘛，已經係。係冇噶，冇噶，冇噶。唔係咯，你黃金平嗰啲，你就喺島裏邊仲有咩政治影響力咧？黃金咁，所以最終就一定係埋共產黨堆嘅，呢個唔使諗嘅，其實係嘛？即係香港都係一樣嘅，其實好多陳民主派出身嘅退咗落嚟嘅人都係會最終都要接受共產黨統戰一樣啫嘛。因為佢哋已經發覺自己行出街冇人理嘅啦嘛，係冇存在感啊，係啊，係嘛？但係唔係喎，你翻到大陸。
係嘛？即係等於呢個禮遇有加喎。係啊，過前過後喎、啊。係嘛？跟住最重要咩？落飛機嗰陣時候有公安開路喎、啊。係啊，幾威啊！交通燈停曬俾你架車行喎、啊。又有啲呢啲嘢佢做到足夠。啊，有啲妹妹仔喺度揈國旗喎、啊。咪係咯。嗯。所以對佢哋呢啲政治廢腦嚟講，嗰、那個係一個即係再差電嘅一個步驟嚟噶嘛，其實係。嗯，所以冇辦法噶喎，佢呢啲一定係最終係俾賣俾共產黨噶喎，其實。喂，但係頭先我想問翻你咧嗰個嘅 MPF 嗰個問題。係。其實而家係可以因為永久離開香港而去提前去攞宣誓啊嘛，你宣誓咪得咯？就係宣誓嘅啫嘛。係啊，因為你咁四十七億就應該係反映到個移民嘅數目啦。係啊，應該係㗎。而呢啲數目應該就係、是。他是一個 workforce 裏面的人，所以他才有 MPF。 是啊、嗯、那其實有沒有個 breakdown 就是平均每個人拿走多少錢，那你就知道他們是中產、理論上是的，但是就我看到這個東方他的報導呢就不算是很仔細的，其實、啊、但是如果不敢公佈的是吧， MPF 強積金都不敢公佈的。咁啊係啊，你其實講真，你我因為我哋喺温哥華呢邊都睇到嗰個移民情況好嚴重，係嘛？係咪好多好多？係咧，就係我先頭以為咧樓市一定差啦，又武漢肺炎又睇唔到樓又成，原來唔係喎。我哋網聚有啲朋友都係做地產嘅，咁佢話原來呢個嘅温哥華樓市嘅市道相當之好喎。係。因為好多啲中產嘅價格嘅樓宇咧，好成交額係七月八月好犀利。係。咁佢話好多係真係有啲係回流嘅，有啲決定回流嘅。係。啊，咁嗰度會走一批喎。嗱嗱，因為如果我睇翻個數，其實似乎而家咧第一季走一班人咧，應該係比較高質嘅打工仔嚟嘅。嗱，如果你話按宗數嚟計嘅話咧。唔係，如果你話按嗰個強積金，就而家就係七千，而家你提取強積金係七千六百宗啦，係按年係升一成嘅啫。但係金額咧，就係、是、相對於上年嚟講咧，係上升三成二，即係高於平均嘅。即係如果你人頭計，所以其實咁咪即係中產。係啊，係啊，因為你而家走嘅會係中產多嘅，好多係因為啲我認識嗰啲係因為啲細路讀書。係啊，我講到明啊，中學。畢業先至去外國，而家可能就提早咗啦，可能初中已經走。郭佩凡又講得好有技巧嘅，佢就話咧好多家長就質疑學校風氣，咁啊驚子女就會俾貧輩政治洗腦，洗腦嘅點會係貧輩啊，大佬啊，唔會噶。喂，你見到嗰啲連呢個聖托考 at 好似都有呢、這個。國安教育出台啦，驚咩啫？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天主教教區又有啲咁爆嘅教材，嗯。跟住呢個政府審查呢個通識科同埋呢個教科書同埋考評局又咁嚴厲，嗯。香島你諗下，係嘛？個頭即係嗰個用一個咁樣嘅 icon 都要記兩個大個好似係嘛？啊。同埋恐嚇話要佢退學嘛？嗯。咁驚咩？學校咩受貧富影響真係唔驚就應該。同埋咁唔通又為國安法通過之後冇效咩？咪係咯，點解咁冇信心咧？喂，你應該啊！喂你而家你嘅最有信心嗰就係李家超啦。喂，李家超振振有詞啊！佢而家係係嘛？攬咗國安法幾好啊！咁而家你反而阿葉劉啊呢啲人咧，佢喺度即係帶頭唱衰香港喎、啊。喂，點算啊？喺度即係製造恐慌喎、啊，喺度。事實事不離實，即係坦白講，如果香港冇信心危機先奇怪啦。係你咁大鑊，搞到咁大鑊，咁如果美國都將同香港脱歐嘅話咧，唔係純粹係國安或者咩示威乜都唔關係，而係啲人對於香港未來嘅繁榮嘅睇淡。嗯，嗱呢個就係我頭先一路講咧嗰個，即係除咗啊。Robert Chung 的調查之外呢，你看到的最新公布的財政赤字三千億，你想想三千億是什麼數字？是就是說香港的公共財政水平跌到回去沙士的時候。是啊，好了，接著就說明日大嶼不停繼續去，
黐線嘅真係。政府嘅講法嚟噶嘛？呢、這個係唔會停啊嘛？陳茂波話。唔係，我都話。因為話我而家用緊嘅錢唔係好多喎。好啦，你嗰、那個心態唔係好多，嗰、那個係賭身家嘅嘢。明日大魚係。係啦，呢、這個心態結果係咩咧？你賭咗五億落去，或者十五億落去，跟住你嗰一千億就要賭埋落去啦。嗯。即係話而家咁樣一個政治掛帥嘅政府，係面對一個公共財政嘅危機。是仍然繼續去進行呢大白象工程，去將呢個外匯轉移俾央企。咁即係話個後果係咩咧？個後果就係香港將來嗰個會翻翻去2003、2004年嗰陣時嘅情況嘅喎。啊！公務員資源增值，削減呢個公務員開支，資助機構員工入職同工不同酬，所有嘅嘢會再出現嘅喎。嗯。如果你係中產階級，你我相信未必是政治添，我覺得，而是你看到整個中美貿易戰好，跟住被制裁好呢啲咁嘅情況，你就會看到香港未來嗰個嘅經濟會有一段很長時間的衰退。係、哎，冇錯，呢、這個先是他哋走的動力。呢、這個唔係坦白講，佢哋未必會上街嗰啲人，係嘛？如果佢真的相信係你不犯法，又點會有事啊？咁樣啊？你住得在那些紅灣半島，我不相信他們會上街就去跟警察打那些。當然了，不知道多珍惜羽毛啦，他們。是吧？住在赤柱豪宅那些。但那些正正就是對於這個經濟前景最 sensitive 的。嗯。那你如果在這樣的環境裡面，你看到，不要說純粹是經濟前景，包括那些的投資前景。現在在溫哥華貴價的豪宅大陸人來不到之後，是一路一路是這樣，很多賣不出的，賣不出的反而、嗯、中產的單位就最搶手，就是說你香港現在就是這樣一路，現在我想未想到中產的忽，現在未想到的忽，中產的忽是什麼呢？就是會當移民的人數目越來越多，跟著對那些人看淡樓市，新盤越劈越低，越劈越低，這個就是當時即係董建華年代嗰個樓市嗰個情況。嗯，除咗居屋劈價之外，你見到啦，居屋已經開始劈啦。咁如果再有新盤出嗰陣時候，就一路向下啦。係啊，嗰、那個指標嚟㗎。咁而家就會覺得個樓市係唔掂啦。你一去到新盤出嘅時候咧，就係、是、炒苦終須見家翁啊！呢個係你咪睇下咯。其實你最大禍就係最驚咧，就係人踩人，樓市人踩人，個個都驚自己放得遲。遲的話咧，係連嗰少少水位都冇埋嘅時候咧，就冇錢移民啦。即係呢個連鎖效應好恐怖喎！呢個係而家最先會決定離場嘅咧，就會係本身已經有咗外國護照嘅。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美國，我一批嗰度加加埋埋，其實唔少人。在香港你想想，就算是加拿大護照的香港人都30萬，再30萬、哦、即是你美國經常說85,000呢是很少的而已，跟著另外有30萬是歐洲的、哦、是 啊， 是啊，如果那班人回到他自己那個的即是拿了護照的地方的話呢，那個你想想樓市的前景會是啊，這班全部都是中產人，是啊，你加加埋埋其實你可以數到的，嗱，你30多萬係歐洲，即係其實歐洲加埋加拿大，加埋嗰度70萬，加埋美國就80萬。咁你加埋其他國家，你話澳紐未計，我唔知有幾多啦。咁但係你粗略估計咧，起碼呢一啲移民國家、西方國家咧，加加埋埋90萬至100萬，嗰、那個 proportion 好高喎。其實個比例係可以好高，即係7個香港人裏面有1個外國人嚟喎，差唔多係。唔係呢種叫做報復式移民喎，係啊，報復式移民啦、啊，係啊，你除咗 NPF 反映咗出嚟，嗱，政府當然唔敢高調去講呢個問題，我相信都唔敢回應添啦，係咪？跟住你睇到嘅喎，而家 Make in Hong Kong 玩完，係啊，係咪？你好多嗰啲嘅出口商已經嗡嗡聲嘅咯喎，已經開始，唔通即係喺度坐以待斃，等同佢玩內循環啊？跟住，如果你產業轉移，我都話啲人好低能。如果美國將個供應鏈轉移，同時因為呢啲科技製造業所帶嚟嘅
商業服務，高增值的商業服務和金融服務都會轉移的嘛。嗯，即是他的廠啊，是啊，都不在大陸的時候，他怎會將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是向香港的機構那裡 去購買這個服務呢？嗯，即是那些會計啊、法律啊、開公司啊、銀行啊，這些需求同時會一路跌的嘛。嗯，是不是他們通常是在香港 set up， 然後就個公司亞太公司擺在香港，生產基地擺在大陸嘛。嗯，咁然後請啲香港人上去做 merchandising 啊，或者上去咁樣啊嘛，用咁嘅方法去做。即係話，如果呢個模式都改變埋嗰陣時候，咁你唔單止 employment 有問題，你連你嘅商業服務都有問題，因為個需求一路跌。係。係乜？你以為回復疫症之後？即係嗰個回復正常之後，跟住嗰個經濟活動會回復正常咧，係唔會嘅喎。所以我話呢個係真嘅信心危機嚟嘅喎。業樓雖然係抽水，但係業樓抽水嘅原因係因為政府一路都報喜不報憂而去面對呢個問題。係，冇錯。你諗下經濟下行，然後3000億財赤，你以為今年3000億，出年唔會嘅啦咁樣。嗯。出年就輪到政府嘅收入萎縮啊，唔係開支膨脹啊。你以為是因為那個即係保就業啊等等呢啲撐經濟呢啲開支膨脹，所以導致嘅赤字。出年就唔係㗎啦，係個利公司利得税萎縮嘅收入。嗯，香港嘅税基係好窄嘅，只要嗰個公司利得税一萎縮咧，政府嗰盤數就玩完，因為香港係冇間接税㗎嘛。嗯，西方國家點樣面對嗰個人口老化呢個問題咧？係一路係間接税佔嘅比例越嚟越升，越嚟越升㗎嘛。即係用嗰啲咩 GST 啊、VAT 啊嗰啲啊嘛，嗯，而香港係冇噶嘛，所以嗰盤數點解過去大家都咁話審慎理財、審慎理財就係咁嘅原因啊嘛，就根本佢冇辦法去面對呢個收入萎縮，一年兩年就玩完，嗯，所以如果你係一個理智嘅人，大佬，你就算唔聽葉劉講都好啦，你都會知道，喂，你如果雞蛋擺曬喺度就。真係攬炒㗎咯，已經係。唔係，所以你見到咧，無論咧，阿葉劉又好，東方又好啦，佢哋好蠱惑嘅。即係你諗下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啦。藍絲咧，即係你唔係共產黨出身，唔係工聯會出身呢啲藍絲咧，哇！絕大部分都是即係因利而結合嘅啫嘛，係咪？即係因為貪錢而做藍絲嘅啫嘛，即係嗰啲收成期嗰啲啦，尤其係。咁喂，大佬。講事實，你又唔啱聽啦，係嘛？只能夠 raise concern 啦，即係話俾你聽，而家係有信心危機。咁但係佢唔可以講到個事實出嚟，佢唔可以話咧，你而家你中共攬炒，唔可以話林鄭攬炒嘛。咁你咪話黑暴咯，係嘛？一係黑暴，一係就疫情咯。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呢兩個都唔係理由嚟嘅呢兩個唔係直接造成而家樓價。係嘛？停滯不前係嘛？甚至乎令到啲人劈價走頭嘅理由嚟嘅，大家都知道㗎。其實最怕攬炒嘅就係呢班收成期嘅人啊嘛，最驚就係原本收成期就變成負資產呢班人啊嘛。唔係最慘係咁，你而家就係叫做咩啊？貧窮為榮，制裁為榮啊嘛。係啊，呢個變咗大陸式嘅極左邏輯啊嘛。香港而家係以往。喂，你記唔記得啊？彭定康1995年方案，嗰啲金融界咪上街遊行嘅？嗯，嗱，當時咪搞亂香港嘛？係啊，即係鬥肥棒嗰陣時啊，股市跌啊嘛。喂，如果同樣個邏輯，你而家咁樣嘅情況，班友唔敢出聲喎、啊？點解咧？因為要制裁為榮喎、啊，而家係以食路邊製品為榮喎、啊，係嘛？以呢個廚餘。政治廚餘喎，而家要食黨部嘔出嚟嘅嘢，楊潤雄去食嘅喎，而家係林鄭去食嘅喎，係啊係啊，咁你諗下食政治廚餘為生嘅喎，係啊，你喺咁嘅環境裏邊，你邊度敢出聲啊？冇唔敢出聲，咁咪即係佢又要話而家係有信心危機，要講事實，但係佢只能夠係講一啲唔為你講，係啊，係嘛？所以就將個原因就懟咗落去黑暴嘛，係啦。但係其實黑暴已經冇好耐嘅，冇咗好耐㗎啦，係啊，係咪？國安法立咗兩個月，唔係已經回復常軌，香港再出發嘅啦咩？
話你最大鑊就係啦。因為你見到其實而家我都唔知佢而家呢種咁樣嘅政治廚餘嘅循環嘅傀儡政權可以頂到幾耐喎？真係嗱，好簡單檢測，你覺得而家個170多萬係好定唔好咧？一定係唔好嘅。嗯，係咪佢死頂就話成績滿意啫？係咪？其實你嗰個即係。170萬有水，起碼有兩條數。喂，大佬係水分，第一條數啦，唔係撲街到啦。即係其實佢係監人奶後到最賤格，就係嗰啲而家監倉裏邊嗰啲咧，逼人哋做檢測，唔做檢測嗰啲人咧，就逼佢哋去水飯房啊嘛，咁撲街啊嘛。水飯房好慘啊！你自己一個人係韞喺度噶，其實係。咁好啦，仲有一啲就係叫為咗達標咯，監獄有爆發過疫症咩？係咯。第二就是170萬人嚟講咧，就唔係人頭嚟嘅，唔係170萬嘅人，係170萬人次啊，人次啊，有啲人係容許去兩次噶嘛，係嘛？攞多10個口罩，咁所以嗰個係人次啊，即係話咧，保守估計咧，你而家香港係有600萬人係冇做檢測嘅。喂，大佬，咪以林鄭嘅講法，以林鄭嘅標準，咪600萬人反中央咯，係嘛？咁但係你而家你班友無恥嘅口硬無恥到，哦、啊、目標已達啦，係嘛？要快快脆脆搞健康碼啦。其實你而家你嗰個搞健康碼最重要嗰個指標，你都不復存在，但係你都依然去當一個，你依然係依住個劇本去做嗰樣嘢先無恥啊嘛！阿聶德權啊嗰啲人係，唔係嗰個咪就正正就係而家我就話你一國兩制點止係政制嘅問題。點止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嘅問題啊？係連你自己嘅公共政策嘅施政都唔係以你自己本土社會嘅利益為依歸啊嘛！我就係話，如果係你咁嘅資源，你用5億幾去幫全港嘅老人做，我覺得我唔會反對。係啊，因為見到死嘅人最多係80歲以上嘅喎，而竟然你係唔做嗰啲人，係而嗰啲人好多係冇辦法自己去登記，如果冇社工冇其他人幫忙。佢點識去嗰啲檢測中心或者去登記咧？然後你唔理嗰班友，又為咗達到個政治目的，然後跟住其實就係為咗跟住落嚟推健康碼呢樣。係咪成件事你冇開誠布公去交代清楚政府嘅 plan？ Even 連邱騰華講旅遊氣泡，人哋問到係咪以健康碼為前提，佢都喺度顧左右而言。係啊，係啊，係咪連作為一個政客基本操守都冇？你諗緊嘅嘢，你嘅計劃、你嘅政策嘅計劃完全唔講，然後每一次記者會出嚟逼一啲就講多一啲，逼一啲就講多一啲，所以你點解啲人係會對成個政府冇信心咧？就因為佢唔覺得個香港特區政府係代表香港利益啊嘛，而家係，咁你諗到噶啦，將來如果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根本性嘅改變。今次的移民潮我不覺得是跟97年的性質是一樣的，今次很多回到去的未必會再回來，是啊，同埋呢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對香港這一制死心，97年或者67年呢，67年是對社會秩序擔心，97年是什麼呢？是一個64之後的後遺症，但那件事都不是發生在真實地發生在你身邊啊嘛！嗱，你而家你諗下，如果你一個中產，你見到嗰啲天主教教區編啲咁嘅天主召叫岳飛啲咁嘅教材，係咪？你見到湯漢呢啲咁嘅人，香港好多中產係天主教徒，係。然後跟住你見到嗰啲學校咁樣去迫害啲學生，然後你見到啲教師係咪？因為佢哋嘅社交媒體嘅言論。被人匿名投訴，逐個逐個去被教育局迫害，然後醫護，係咪？然後你睇到司法制度日日點樣由黨媒去攻擊啲法官，你只要將呢啲嘢加埋曬一齊，係咪？你唔需要講每一樣嘢獨立嚟睇，其實都係一件好重大嘅事嚟。係，係咪？你 even 你話嗰12個人喺大陸，連家屬去揾律師唔俾。由官派律師，淨係呢樣嘢都解唔通啦。好啦，湯家驊講咩啊？佢哋喺香港都係反國安法噶啦，反送中噶啦。咁而送中就係引渡噶嘛。
咁佢哋咁強烈反送中嘅話，咁點解要引導佢哋翻嚟啫？啲抽水啊！阿大佬，你大律師嚟嘅湯家，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嘅大佬啊，係講埋曬啲咁嘅嘢。前日就算我反對嗰個法律，呢個係個制度安排嘅問題嚟噶嘛？你有冇睇前日阿郭卓堅啊？即係長洲複核王郭卓堅咧，佢出煲咧，就話其中有一個即係佢有份去喺個船裏邊偷渡嘅人係其中之一啦。咁佢咪畫一幅地圖，其實佢哋即係被截獲嘅時候，被廣東海警截獲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冇出到去呢一個香港水域噶嘛。咁但係咧，就俾啲廣東，即係其實喺呢一個香港水域嘅邊緣啦，係被掳走，其實就係跨境老人嚟嘅。是跨境老人嚟嘅，咁但係唔知點樣啦，而家就係咁，而家我見到咧，阿梁振英咧日日咧就好 high 嘅，喺度同呢啲人去反駁啦，同啲黃絲去反駁啦，咁啊即係當然啦，你而家佢哋十二個人裏邊咧，就係話佢哋因為就唔係話正式就離開過香港水域咧，咁樣俾你捉咗去嘅話咧，咁其實本身人哋都冇偷渡啦，係咪？咁亦都有啲人講：喂，你唔俾我去釣魚㗎？咁阿梁振英呢條友咧，佢又喺度講喎：哇，你如果你去釣魚嘅話，你使唔使帶兩桶水啊？咁樣樣就係咁喺度玩啲咁嘅嘢。喂，但係呢個問題好嚴重嘅。如果你係未出越過香港嘅水域而去捉人嘅話咧，即係就首先就好似你頭先講啦，即係你香港已經即係香港嘅水警或者香港嘅執法嘅人執法人員，其實已經係放棄咗香港嘅自治權啦。你係任香港人魚肉嘅，所以而家你蓬佩奧咪講咯，林鄭月娥係放棄咗保護香港人嘅性命同埋財產嘅權利啊嘛，呢個係逼到阿林鄭咁樣出聲。你見到成班由李家超到林鄭嘅態度，咪抵你死咯？係啊，係啊，佢態度都係咁講噶，抵你死咯。係啊。係嘛？內地嘅司法我哋唔干預㗎，唔干預得㗎咁樣。然後跟住其他咪借勢講咯，就話哦，你哋反對呢個引渡嘛？喂，大佬你唔明啊？當初講嗰個引渡反送中陳同佳案係講緊香港引渡翻去啫喎，冇講緊大陸引渡翻嚟嘅喎，係淨係講緊香港引渡翻去嘅喎。佢而家就係咁啊，其實成個心態都係你睇到林鄭月娥嗰種嘅。不憤氣嗰種，你永遠講嘢有個囉字嗰啲咧，都係嗰種態度。佢唔係囉咁簡單，佢講嘢佢反對呢個引渡啊嘛，你而家又叫我哋引渡，唔係啊嘛。佢每講兩三句都忍唔住偷笑嗰嘢撲街啊嘛。即係肯定啦，佢呢啲人啊，佢已經覺得而家仲唔見眼報，係啊，咁啊嘛，佢個心態，佢唔係覺得喂我有責任去維護香港人嘅。自己應有嘅，唔係咁你咪咁你咪淪為私怨八婆咯，係嘛？即係你係私怨煲㗎，而家係你有啲政府都係私怨煲㗎，係啊。咁啊，你睇到㗎，啲人問佢係咪雙重標準？台灣嗰五個你係出聲，叫人唔好窩藏罪犯，係咪？咁點解大陸呢個你唔出聲？係咪連應有嘅權利都冇喎？家人揾咗代表律師去嘅喎，嗯。然後話我派律師俾你喎，咁即係有陣時你見到呢啲，唔好話講喺海外，唔好話喺大陸。Even 你喺海外，你有事你敢唔敢再向香港嘅 ETO 求助？香港入境處求助？即係咁嘅態度嗰陣時，係咪？即係你我有朋友我講個例子，佢揸 BNO 向英國領事館求助，仲好過，因為英國領事館係當佢係英國公民。是由呢個老遠揸車去幫佢哋 handle 去處理呢啲問題，唔係我哋你喺當地俾人拘捕。其實係啊，你嗰次喺秘魯滯留咗，即係香港人滯留咗秘魯啊，嗰班人其實分兩班啫嘛，一班就係攞特區護照，一啲咧就係其實攞 BNO 啊嘛 ，BNO 就係優惠價去倫敦，優惠嘅機票去倫敦，然之後先再翻嚟。但你竟然咧，反而特區護照呢一班咧係要。出到成30,000元一張機票先翻到嚟香港啊嘛，仲要等咗好耐。我覺得最恐怖係咩咧？佢 government 嘅 service 係 based on 你嘅政治取向嚟去幫你。係啊，嗱，你見到呢十二人咧，湯家驊講出咁嘅説話咧，就相當之低劣嘅。係啊，你對嗰個法案嘅立場，唔代表影響到你嘅 right 噶嘛？係啊，而家唔係，總之你係黃嘅。
啊，就另外一套標準。咪就係私怨咯，就係私怨啦。哦，男嘅撞到人哋斷咗腳冇事，啊，係嘛？如果黃嘅袋住索帶都要入審法院。嗯，咪而家就市民就點解嗰個怨憤到而家都未散？你睇最近立場個 survey，好多人對未來係覺得好黑暗。嗯，大部分嘅人都覺得好黑暗。但係你問佢哋會點咧？佢哋就話會盡自己嘅努力，用一生嘅時間去爭取自由。嗯，嗱，如果呢兩個數據平排一齊睇咧，你就覺得好似你睇第一條問題，你覺得冇希望，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好黑暗。係。但當好多人覺得好黑暗，當然有一啲中產會因為子女嘅問題或者回流翻翻去西方國家。嗯。但另外一批人咩咧？就係佢哋會覺得唔肯冚牌，唔去，唔肯屈服嘅。其實，嗯，係咪呢個先至係真正更大嘅信心嚟？尤其係除咗經濟之外，尤其係後生仔啦，尤其係後生仔啦。係你將來會有更嚴重嘅政治衝突出現。係。係咪你以為用高壓嘅手段撳咗落去就可以令到大家跪低？你想想如果是這樣由2014年到現在應該跪曬的了。是啊。是吧你佔中的人都判了進去坐完了。不是最大問題。是吧你最大問題。你最大問題。你應該坐完了。你想震攝震攝那個震攝那個邊際效益呢就越來越低。大問題就是說你現在你每次震攝呢造成一個國際迴響啦都是沒有消減過那些東西才抵死嘛。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攬炒毛啦，無論係資產價格跌又好啊，市面上面唔安寧都好啊，唔係呢個其實我相信已經大大係已經係超乎咗即係中共嘅預算嘅啦，已經係事實上走到而家呢一步，係因為每一次佢都覺得只要我強力鎮壓，你班香港人就會多，係冇佢一路都認定香港人係一班。好實際，睇股市就多過睇新聞嘅人，咁亦都係三分鐘熱度。但我就係話，即係第一節我哋所講，香港嘅社會問題，同時係一個資本主義體系同一個共產主義體系之間，翻翻去呢個共產體系裏邊，而導致到社會嚴重嘅社會矛盾，唔係政治矛盾咁簡單。如果你咁樣去睇嘅話咧，呢個就係一國兩制實踐嘅失敗，唔係淨係政治失敗，係甚至係喺好多社會嘅基本嘅平等啊，係，所以 inequality 呢個問題裏邊都出現咗失敗。而呢個失敗就因為中國嘅官僚資本主義利用香港作為佢哋財富轉移嘅中轉站。你睇貝沙灣到而家仍然黑黑掹掹嘅，天曬啊嗰啲，嗯，呢個現象點嚟嘅啫？97前有冇咧？係冇啊嘛。好啦，呢個咁嘅現象，然後佢就將佢完全歸咎於你呢啲嘅黃絲黑布示威者，由温家寶講到而家年青人唔肯奮發向上，仍然留戀過去嗰種嘅即係優越感。一係就話而家你買樓貴啦嚇。我想話，我就算我明白祖國崛起機遇，我翻大陸創業玩完啦，係嘛？輸身家添啊！咪就係咯，你咪睇下李燦森咯，連間鋪啊都俾人哋咁樣去搶走咗去啦。你即係如果你咁樣嘅一個咁樣嘅情況下邊，你代即係佢唔明白你嗰個嘅用強力手段去鎮壓，係因為嗰個鎮壓背後其實係有一個真係有個社會矛盾喺度。你政治上你可以一時三刻去剝奪或者擱置公民權利，不讓你選舉，不讓你聚集。我想問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維持多久呢？如果你還想做國際金融中心，是啊，還有你現在，是不是這種這樣的冷藏行動可以冷藏多久呢？還有現在呢，你處理香港問題，你那個國際壓力是一直以來都未消減過嘛。你看看你今天這個習近平和這個歐洲的領袖就開這個中歐的視像峰會，他們現在就算默克爾那麼契妹都好，現在他都將這個香港的問題和新疆的問題都說出來，現在因為他們的壓力是越來越大嘛，
係嘛？即係你而家見到，佢唔係淨係代表德國啊，佢代表歐盟。係啊，佢歐洲嘅輪值主席國嚟噶嘛？佢今年係。因為佢立場啊，代表歐盟㗎，佢唔可以話因為我德國利益，我賴共產黨唔得㗎，其實。唔係，跟住你習即係最好笑就係習近平又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啲，香港問題同埋新疆問題係中國嘅內政係咪人權問題咧？中國唔需要教師爺喎，教師爺咩嚟咧？佢係佢作出嚟嘅 term 嚟嘅，我唔知邊啲人咧幫佢寫咗啲 term 咧，佢好中意講白字嘅，你知道係。即係最簡單嘅，好上次咁啊，上個禮拜個咩表彰大會，表彰嗰啲咩抗疫英雄，又係簽就係、是、又起碼就係錯咗三次。佢呢啲 term 唔知係作咩出嚟？乜大佬啊！佢以前嗰句嘢抄襲呢個國難五金都好大喎。係啊，即係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啊嘛，只有呢一個咩啊？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啊！嚇，唔係其實呢句嘢咧，你好難抄。本身嗱呢句説話咧又唔押韻。你一抄咧就好顯眼嘅，其實係咪？即係你，但係你都敢去抄？你一樣嘢咧，你就證明咗習近平呢個人幾糊塗。大陸嘅文宣咧抄咗呢句説話咧，已經抄幾次嘅，起碼第三次。如果你計埋教習近平今次，第一次咧就攞嚟表揚啦，嗰啲差佬喎，其實係央視攞嚟表揚差佬喎。即係你呢樣嘢已經好夠過分啦，大佬啊！你黃絲黑布，你咁睇佢唔順眼，你竟然揾對家嘅呢啲咁嘅抗爭語句嚟，跟住撐翻港警轉頭，而啲警察咧竟然又受，嗰嘢先契弟啊嘛，大佬啊！喂，呢啲嘢係呢啲黑布佢自己喺度自我催眠啊！你竟然撐我？喂，呢黑警應該走出嚟自己去 say no 啦，係咪啊？竟然受，係嘛？幾冇腰骨啊！外回家嗰隻手套一樣咯，啊，呢啲係高級黑人噶嘛？係啊，咁第二次就係表彰嗰啲抗疫英雄嘅，咁第三次咪又係習帝自己出口去講咯，即係呢個係證明咗習近平個人係幾咁糊塗咯，係咪一個人要管曬天下事，但係下下你都係半桶水，處處都係碰壁嘅，咁而家佢自己竟然。喂，文即係呢個啊，唔知邊個同佢寫啦，係咪啊？王沪寧嗰啲咁樣嘅嗰啲嘅國師同佢寫啲咩稿，佢又照讀不誤，咁你咪賴嘢咯，係嘛？佢賴咗好多次嘢嘅。習近平最大嘅問題咧，即係你而家就係中國最大嘅問題就係蠢才獨裁嘛。中國不嬲獨裁嘅，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呢個所謂獨裁意思？喂，你成個黨嘅系統九千萬黨員就係睇住佢點樣撞板，而係唔會主動去救佢啊嘛。係嘛？咪所以咪由得呢個蠢才獨裁自己撞板咯。以往胡錦濤咧就好簡單嘅，我覺得佢就係 poker face。係啊，即係布里茲尼夫咁嘅。係啊，咁就係所有嘅嘢照本宣科，門都擔燈嘅。但係佢而家要個人崇拜啊嘛。係贏就數，神輸就維穩啊嘛。你見到呢個禮拜做啲嘢就係咁啊。你有冇睇過張《紐約時報》？就將佢2018年巡視東北嗰張相，同毛澤東當時喺《人民畫報》一張同農民呢個即係見面嘅同一張相去做一個比較，一張油畫。嗯，發覺竟然嗰個造型側邊嗰啲茄喱啡嘅排位係高度相似，80%相似。啊，即係話佢呢啲全部係佢身邊嘅人嘅 spin doctor 去。製造出嚟嘅形象，譬如講農民嘅語言啦，講一種農村民粹嘅，我唔知道教師爺係咪嚟自呢個中國農民嘅語言。我真未聽。佢好中意用呢啲咁樣嘅農民嘅語言啊！佢好中意咩咩老起就子加油幹啊嘛！係啊，佢呢啲係佢自己講嘅。真硬啊！呢啲嘢係啊，咁實際上就係一種嘅民粹語言，係農村嘅民粹語言，我覺得。因為毛澤東就好叻用呢樣嘢嘅，就係、是、群眾路線啊嘛。而佢一路係仿效毛澤東呢種群眾路線啊嘛，就係、是、唔想咁精英化講嘢，即係等於 Donald Trump 一樣，講嘢係冇奧巴馬咁口吻嚼字嘅，有啲粗魯添甚至，但係冇所謂啲人 buy。佢嗰種農村民粹，冇乜文化都好，但係啲人 buy 啊嘛。我諗佢個即係佢成套嘢諗法就係咁。但係今次你中歐。峰會其實本來就應該面對面開嘅，但應該因為疫症所以變成呢個視像通話。係，但係視像通話裏邊你見到嗱，我覺得歐盟嘅立場當然就強硬啲啦。嗯，即係比起過往喺香港問題裏邊，佢都有提到德國外長所講嗰個嘅
見王毅所講嘅嗰個嘅選舉權嗰個問題，係一個自立法會選舉嗰個問題。今次喺中歐對話裏邊直接向習近平都有提出嘅，其實咁當然嗰套就係佢就係話咩不容別國干預內政等等嗰啲咁嘅，呢啲咁嘅嘢。但跟住落嚟就係要睇下佢有冇實質歐盟喺呢個問題裏邊嘅一啲強硬嘅行動，我覺得。嗯。嗱，新疆問題，我覺得佢而家咧，佢都開始大陸開始通單呢樣喺新疆問題裏邊。但香港問題咧，個口仲係好硬。係。個口仲係好硬。呢個係習近平佢自己嘅個人私怨嚟嘅。香港問題係。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想 achieve 啲乜嘢，下邊嗰啲人當然就寧左勿右啦，一路向左嗰邊。係，但實際上咧，香港問題最重要，香港嘅利益喺邊度咧？對中國，其實係一個金融同埋一個嘅即係財富轉移嘅利益啊嘛。係呢個係，係咪佢嚟到香港去進行嗰個財富轉移啊嘛？嗯，然後將佢喺出邊走一轉，翻翻嚟變咗外匯。嗯。但如果呢樣嘢你做唔到嘅話，所以我就話你最根本嘅問題就係下一任特首，無論你係葉劉、康渣華都好，如果你攞唔到外國企外資嘅信任或者外國政府嘅支持，其實你點做呢？其實你鬥咗，我點解要換人先？冇意思嘅，你鬥咗咪鬥鬥下，你咪變咗即係香港書記咯。書記都唔係啊，書記係俾黨委做噶，你係做市長嘅啫，其實。這個開關我不如換回做生不如做熟，如果鬥了我不如找林鄭。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林鄭反而很理性，其實她現在她就是她被人家制裁了，是吧，剪完信用卡之後，那現在她就是無後顧之憂了，她就是現在左到盡，現在是文革式語言朗朗上口，這個人說話是我覺得佢豁出去噶啦，豁出去嚇，因為冇辦法噶，你走咗呢條重口味嘅路，翻唔到轉頭。係啊，你成日講噶嘛，你玩完黑人之後，你好難扮翻純情噶啦嘛。佢唔會噶，我覺得問題就係等佢老細，等佢老細本身會點睇嘅啫，我覺得。係。即係等於日本政府幾時放棄溥儀嘅啫？唔係，但係問題就係阿林鄭佢唔保護香港人不特止啊。其實你見到的，你是由去年六一二已經見到了，這個人不保護香港人不特止，還要加多兩錢重，是煽動香港人和中共中央自己本身之間的分歧嘛。即是他那時候六一二，你說最近的 Conan 是吧， Conan 拿張 林鄭的張照片，說好像即是他們即是美國 talk show 的 Conan 拿他的張照片，是啊，把他好像判死刑那樣的樣子。喂，那次他說的是什麼？佢係話啊嘛，佢嗰次咪又話你佢咪自己走出嚟話宣布香港人暴動啊嘛，而佢當晚啊，香港01踢爆咗佢啊，佢自己仲喺呢一個行政會議內部講話，係定性為唔淨止係暴動咁簡單，係講顏色革命啊嘛，呢個八婆。你記唔記得呢個 Atlantic 嗰篇嘢啊？上啊。就係重複重構翻七二一喺麗賓府發生咩事？我知呢個大西洋預刊啊，佢係睇手機先知啊嘛，最後尾係全部都係睇緊 TVB 大台嘅新聞，就淨係講緊中聯辦塗污國徽嗰單嘢嘛。係根本係到呢個馮晴淑兒佢外將嘅自己嘅 WhatsApp group 裏邊嘟嘟嘟不停去傳出元朗嗰啲片，而當時佢哋就話呢個係假新聞啊嘛。嗯，七二一啊，系我知道，唔会咁样嘅，点会冲入去车厢打人咧？假新闻嚟嘅咁样啊嘛，所以成个政府出嚟嘅回应，第一次回应当晚就一路都系讲紧西环发生咩事噶嘛，所以你可想而知睇 TVB 大台，喂大佬你做新闻官好，你做幕僚好，你正路你应该系将个情况，你调翻转就系越系官媒嗰啲嘢，你越嚟越需要睇噶嘛，系啊。因為你是會誤導你在自己的同溫層裏面，反而梁振英就其實他是很冷靜的，他很清醒的，他是很喜歡看黃梅的東西，他自己是他看完之後他就是會花一些動腦筋去搏的，逐一去搏，你說他廢腦一回事，但他真的他看足的，他就算做特首的時候他都拿著找學院去 讀的，
你鬥爭你一定是要知己知彼的嘛。但林鄭呢，她知業餘那樣東西連鬥爭她都不識的嘛，她不會看看即對家講些什麼嘛。她不是一個認識政治、啊、基本上政治上沒有底氣的人，也都沒有政治的 network 的人，她就得其形而 不得其實咯。是啊，她只是一個、在 AO 裡面以不畏權勢的形象出現的人。而且不畏權勢的方式是什麼呢？她就覺得自己只要我堅持做一些事，人家叫我不要做我就做，鬥氣咯。制度不容許的事我就打破制度、那我就厲害了。他一直有這樣的心結，他是這樣的心態，是一種，我就是說一種海瑞的心態。你記不記得黃仁宇寫這個明朝的海瑞，海瑞罷官，他是個個人都稱讚的清官的嘛，但個個都排斥他的嘛，因為他是一個怪人的嘛。其實林鄭就是一個這樣的海瑞式的人、這些人本身是不能夠做這個政治管理的，其實他放到上去的位置已經是一個錯誤、而放到上去之後他仍然沿用這種這樣的方式，他覺得有什麼問題啊？西九是吧，我就是正正要打破這些官僚程序。不是，他由他那時候他說什麼官道無求拔膽自大， 你都知道這個人變態的了。其實是他不是變態那麼簡單，他是將那樣東西視之為自己的美德。是是啊，就是說我以重口味不聽人言作為自戀，標榜自戀，即係我同你標榜就係我哋著住尿片做節目，但大佬明明係尿片嚟嘅，係咪？但係我哋就攞嚟走去做賣點啊嘛。係啊，咁呢個咪就係佢一路以嚟嗰種情況咯。所以我就話呢個咁嘅信心危機啊，香港呢個信心危機只會擴大，係唔係淨係經濟？我覺得你見到嘅人心惶惶，父母子女對教育嘅人心惶。你看到天主教教區這些教材你不怕、你以為天主教辦學團體正常一點，是不是你發覺原來現在那些最先出來撲街響應的是名校做國安教育那些，名校才管得厲害、你反而中層那些就、不會看得那麼緊、不是因為教育局下面有那些校長會的嘛，那些就是通過教育官僚去控制那些校長咯。咁仲有校長班進修噶嘛？係喎，佢哋要進修啊！而家好似話要進修，嗰啲老師又要進修喎，好黐線喎！再教育咪就係咯，嗰啲名校咩女拔萃嗰啲校長都做過政協噶嘛，全部都唉，真係陰功真係。係嘛？咁你諗下，你加加埋埋，所以呢個點只係一個所謂街頭示威啊、暴力衝突嘅問題咧？咪就係咯！你加加埋埋所有嘅嘢，你正正每一樣嘢都係撩到正中產最擔心嗰啲。第一。子女教育，第二子女將來畢業，香港有冇一個公平競爭嘅環境啊？係嘛？嗰啲高增值嗰啲工作落唔落到我哋香港人手上？如果香港經濟結構變成係中央企業、大陸企業話事嘅話，咁嗰啲管理層嘅職位會去咗邊咧？好簡單啫嘛。係嘛？以往英資喺香港嗰個壟斷地位有冇咁犀利啊？冇啊嘛，因為我哋成長嗰陣時候，英資已經賣咗俾華資噶啦嘛，好多。即是和記的大班不是 Simon Murray 嘛，已經 是霍建寧嘛，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嘛，已經是、是吧，這些陳南陸不是這樣上去的咯，鄭海泉啊、黃遠輝啊，這些柯清輝啊，誰不是這樣上去的？但問題是現在去到的地步，就是再會不會有陳南陸這些人出現呢？當然不會啦，將來是吧，國泰下一任再交下去的 CEO 肯定是大陸佬來的了，已經是、或者是什麼呢？海歸大陸人。所以李薇、中大正正是出現這些這樣的吃路邊製品的教授，一點都不出奇。教育界、高等教育界到這些的大的企業，港資的過去成功的港資企業，是吧？ Even 你去到馬會裡面那些的執董啊、什麼大董啊，慢慢慢慢你見到去到馬會會所，喂，大佬，那些友仔個個都是即係望之不似呢個馬會會員，即係已經係變質到咁嘅地步。所以你話蕭芳芳變味，其實呢個亦都係成個香港淪落嘅睇得到嘅，其實係咪？因為你諗下呢啲咁嘅基金，佢嘅財政來源乜嘢？佢唔去攋嗰啲權貴嘅話，佢邊可能去 secure 佢每年嗰啲嘅收入咧？唉，咁你睇到㗎啦，其實即係
香港人點解越睇越悲觀嘅原因，都唔係話我層樓值幾多錢咯。我相信好多人都唔係話淨係考慮呢樣。係，因為即係你加加埋埋所有香港嘅文明啊，文明啊，係消失。嗯，你睇嗰啲愛回家嗰啲咩電視劇嚟㗎？我想話係啊，係嘛？喂，大佬，嗰啲咁嘅大台，跟住你聽下個電台節目，係嘛？連潘小桃呢啲都走埋。大家只可以暗砍單單打打，直接講說話都嘅機會越嚟越少。我哋話時話嗰個咩李薇咧，佢有冇男朋友㗎？即係如果佢係食路邊製品為樂為榮嘅話咧，喂邊個敢同佢打車輪啊，大佬啊！喂，你同鬼爭食喎，大佬點打車輪啊，大佬啊！喂，呢個呢啲真正臭鬼啊！呢啲叫做。喂，好大鑊喎！即係你諗下我哋嗰、那個，喂有老公嗰啲人話佢啊，啲人話佢有老公喎，係咪兩份食啊？大佬三餸一湯應該兩份食喎。但係邊度有咁多製品可以兩公婆一齊食咧？唔係佢話佢攞好多花生啊、豆撲啊嗰啲嘢啊、嗰啲橙咁咪哦，嗯、你加加埋埋花生、豆撲、橙咁咪三碟噶咯，當係佢話咩？哇！咁慘啊！喂，大佬，哇！大佬點搞啊？但係嗰啲製品其實俾鬼食噶嘛，唔應該攞走佢噶嘛。係，佢話即係佢，即係呢個本身都有問題噶喎。佢話仲要教個印容姐，即係剝殼之後加薑片，咩生醬油同埋湯，用煲粥煲粥鍋。嘅煲去湯，咪倒去湯汁而成，咪簡單美味喎、啊。明白啦，啊冇興趣嘅馮總呢啲嘢，係即係好難想象啊，大佬。喂，我係年中賣身入呢個華家一樣，即係呢啲咁嘅橋，我覺得係濫情。唔係好大鑊啊！即係你咪啊，你問題就係話你有老公咁，佢老公你家婆啊，你嗰啲咩點樣睇你啊？喂，其實呢啲嘢老人家最罩忌喎、啊。你同鬼爭食，你真係會鬼上身嘅，你知唔知啊？係啊，係啊，你冇信冇所謂啦、啊。阿曹總，共產主義信徒係無神論噶嘛？啊，大陸上映嘅電影唔可以有鬼噶嘛？係喎、啊，喂，講啫，大佬啊，即係你唔可以咁噶。你哋最終醒翻都係南柯一夢嚟嘅啫嘛。係嚇、啊，所以我就大家唔使擔心嘅，只會越嚟越多呢啲新香港人係用最混合嘅方式去歌功頌德。啊、大家要慢慢咧，都會咧，只可以用一種嘅即係嬉笑怒罵，甚至係呢、這個、啊、即係。點講咧？即係香港人連直接講説話嘅機會都越嚟越少。係，因為你見到譚德志案已經睇到嘅，係離曬譜。你直接去講出嚟嘅睇法嘅機會越嚟越少，結果又會翻翻去六四之後嘅情況，大家就癲啦開始。即係唯一係咁嘅方法，先至可以講到嘢。嗯。咁你諗下，對好多人嚟講，佢冇人話適應嘅，因為呢個文明嘅體制由英治一路延續落嚟咁多年。嗯、六四之後嗰個係一個心理嘅影響，九七都係一個心理嘅影響，而家唔係，係每一日你打開新聞，發生喺你面前，係係嘛？咁你點整啫？因為你咪放睇唔到，繼續喺度歌功頌德，繼續喺度感謝中央。我相信亦都再有好多呢啲大龍鳳會出嚟嘅，其實係檢測之後，冇錯，係咪下一步咪送疫苗咯？你預咗㗎啦，其實係嘛？如果你要打準備打呢個中國生物。或者叫做科興生物的疫苗噶啦，已經係係、啊，即係呢啲，亦都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即係好多時話聽完我哋節目好心噏，我覺得就唔需要係嘛？唔係喎，好多人話好開心喎，聽完之後，即係你見到呢啲咁樣嘅著尿片去檢測啊，食路邊製品啊咁樣咧，我相信點解王晶都要收皮就咁嘅。係啊，即係你點樣拍落去，大佬啊？你點度啊？唯獨是黃百鳴，而家諗到就係開心鬼大戰古惑仔嘅啫嘛，真㗎，講真㗎，唔係講笑㗎。係咩？係啊，真㗎，呢個係。好啊，差唔多啦，今日都天光啦，已經係。好。OK。OK， 拜拜。好啊，多謝阿 Anthony。好。多謝阿健。好啦 ，OK， 拜拜。瞓覺啦，拜拜。